刘芳村讲师 underscore 楞严经 underscore 第二片 underscore 台南同义工 underscore 一百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感谢各位前贤们提供文字档，文字仅供参考，若有错误，要以刘讲师讲课原因为主。各位点传师，各位讲师，各位坛主，各位前贤，大家好。后学沾道天恩师德老前人，前人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后学机会学讲。上个礼拜讲到法融禅师的寄语，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后学把内容稍微跟各位解释一下，恰恰用心时，恰恰就是刚好，刚好知道吗？刚好用心时，我们要用心的时候，我们每天有没有用心？用什么心呢？生灭心、实心。有时候我们都没有去探讨那个内容。法融禅师讲，刚好要用心的时候，刚好无心用，无心刚好用，当用的时候刚好没有。法融禅师讲的意思就是，我们把根尘相对认识的心、实心全部都去掉，全部都放下。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当我们没有研究性理心法的时候，不知道有真心跟妄心，都以为心只有一个，就是日常在用的那个心。而我们日常所用的心，因为是变化，就是我们六根跟六尘相对产生六识，六根知道吗？我们讲一根就好，眼睛，然后也讲一尘，色尘。眼睛对着色尘，色尘就是形相，凡尘的所有形相都叫色，会产生心念。我们都有心意识会产生，当这个心意识产生以后，会不会变化？会，因为外面的形相会变化，所以我们那个心就跟着变化，所以这个心叫做生灭的心，有了叫生，变化了叫灭，生灭生灭。我们用生灭的心来修道，修不成道，要用不生不灭的心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因果一致才会成。所以法融禅师跟我们讲，恰恰等于刚好，刚好要用心的时候，刚好无心用，就是表示把根尘相对的心意识、实心全部都去掉了，就是没有心了，所以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心意识全部没有，就是生灭的心完全都没有。当没有的时候，我们所用的就是佛性出来的真心，那佛性出来的真心不会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就解脱了。所以法融禅师讲这寄语，恰恰用心时，无心恰恰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无心的时候就是真心，那我们拿真心来用就是刚好，刚刚好。所以当我们用的时候，刚好没有那些生灭的变化的。我们在生活之中，假如不用根尘相对的心，因为根尘相对，我们就有喜欢讨厌，既然有喜欢讨厌，就有取舍，有取舍就造业，造了业就要受苦。所以我们认识的心、实心，我们就是来则应，是去则进，事情到来的时候该怎么做我们就去做，不要考虑到自己的自私自利，这样的话都不会造业，这是最理想的生活状态，
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就要做。四祖去找法融禅师，然后有一个故事，就是两人晚上睡觉睡在长板凳，睡长板凳时四祖一直在打鼾，呼声很大。法融禅师隔天清晨就对四祖讲：“大师，你的鼾声吵得我都没办法睡觉。”四祖就跟法融禅师讲：“你还说你身上那两个跳蚤在打架，打得很凶，一只跳蚤的脚被另外一只跳蚤打断，打断的时候哀哀叫。”法融禅师说：“跳蚤在打架是真的吗？”然后法融禅师就到长板凳的底下去找，还真的被他找到，有一只断了脚的跳蚤。法融禅师说：“四祖怎么这么厉害，跳蚤在打架他竟然也有听到，而且他睡药竟然又呼呼大睡。我们要了解这现象，四祖虽然打鼾，可是四祖的内心世界是很清净，连最微细跳蚤在打架哀哀叫，四祖都很清楚。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了解，内心的修持靠我们自己努力。我们可不可能练到跟四祖一样，听到跳蚤在打架，可能万缘放下念不生，做个四五十年看看，就会听到了。四祖对法融禅师讲道：“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一切界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不离汝心。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绝思绝虑。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缺少，与佛何殊，更无别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成心，莫起贪嗔，莫怀愁虑，荡荡无碍，任意纵横，不做诸善，不做诸恶，行住坐卧，触目欲缘，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这是四祖对法融禅师讲的道。百千法门，凡尘的所有万法，所有的一切，同归方寸。各位前贤方寸是什么？是我们的方寸宝地，就是玄关。百千法门归于玄关，就是归到我们的佛性，全部都归到佛性。河沙妙德，因为我们的一个行为就称为一个德，非常多，所以以河的沙来说，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从我们的心发挥去做，全部都是德，全部都符合真理，都是德。一切界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就是自己全部都具备了，充足了，都没有缺欠。所以我们本身就具备了神通变化，就具备了戒定慧，全部都有，不用刻意再来做，因为已经都有，不离汝心。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烦恼业障在佛性之中本来都没有。一切因果皆如梦幻，好像我们睡梦之中呈现的，在睡觉之中非常的确实，都实实在在。各位有没有做过梦？有，假如梦见人家在骂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回骂？人家在打你的时候会不会回手？我们都会哦，都把梦境当成真，所以一切因果皆如梦幻，
就是所有凡尘的因果都跟我们做梦一样，等到我们清醒过来都知道它是假的。我们众生生活在凡尘，什么时候会清醒过来？一口气不来。我们晚上做的梦比较短，白天的梦很长，要等到一口气不来才知道人生如梦。人生像不像梦？很像哦，一口气不来才知道整个都是假的，都被他骗了。所以人生如梦，一切因果都是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三界等于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修道要不要出三界？要努力出三界，就不会在五行之中。可是我们佛性本体没有三界可以出，也没有菩提可以求。我们要不要求菩提？菩提就是觉，我们要不要觉？就是要觉，不觉就是无明，所以我们一定要觉。我们日常生活之中保持都是觉，这样就可以成就。假如我们让它不觉，无明就来了。无明来了就造业，造业了就受苦，这样一直恶性循环，没完没了。所以觉很重要。可是到达佛性本体以后，无菩提可求，已经就是了，是了还要再求吗？就不用了，所以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非人就是天龙八部，龙就是非人。我们人跟非人的佛性跟形相都平等，没有高低。大道虚旷，大道充满整个虚空，非常广阔，非常宽广。觉思觉律，觉思等于觉掉思想，觉律等于没有考虑。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缺少，与佛何殊？四祖跟法融禅师讲，如是之法你现在已经得到了，更无缺少，跟佛没有两样，跟佛都一样，更无别法，这个就是最究竟了，已经没有了。汝但任心自在，让我们的真心都自在，莫做观行，不要做出观照。我们修持要努力来观照，那是还没有成就。当成就以后，已经到达佛性本体了，就莫做观行，亦莫成心，也不要成心。就是心不要去洗，它本来就很清净。所以我们也不用成心。后学上个礼拜有讲，逆经东来，被手边官吏，后学念成手边使，念错了，可能各位也都没注意，可是我们这边前贤有跟后学纠正，很谢谢。因为那个怎么念，后学都说使，都念官使官吏才对。后学回去找字典是官吏，当官的在管百姓，因为我们念错了也会考到人。后学三十几年前，那时候还没在讲性理心法，有一次把三更一半夜念成三更半夜，竟然有一位道亲听我这样讲，他就不修道了，有够厉害。是三更一还是假如是没有加半夜两字，要讲三更。若有加半夜两字，要讲三更一。为了那一个字竟然考退一个道亲，真罪过。所以我们公众语言文字还是要念的对比较好，
所以后学会改进。莫起贪嗔，不要有贪甜，莫怀愁虑，我们胸怀不要愁虑，荡荡无碍，放得很自由自在，都没有挂碍，这样就恢复到佛性的本体，任意纵横，不做诸善，不做诸恶，行住坐卧，触目遇缘，接触到我们眼睛，遇到因缘，总是佛之妙用，全部都是佛的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这是四祖跟法融禅师讲的道，因为这部很长，所以后学没有影印出来给各位看。这个性理心法毕竟比较深涩，一定要自己能够发心追求，绝对可以达到。后学看后面有很多道德经的 DVD、CD， 之前我们已经都讲完了，且把它全部都整理出来成一个整理包，刚好从头到尾有43片的道德经 DVD、CD， 共有86片，因为把86片分成上下，刚好都用小的整理包，不像六祖坛经用大的整理包太重，用小的整理包比较理想，上下一首各提着一个可以带回去听。这个只要你听久了，听熟悉了，就变成你的，听久了就会做，做了就符合真理。所以熏习很重要。不用觉得楞严经很深，不会很浅的都是白话。看一看今天减少很多人，尤其是干道减少更多，听不懂就不来了。这一定要听得熟悉，听久自然就会熟，就会去做，就已经走入修道的轨道。经文第三页，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室罗伐城之环经舍。佛在室罗伐城其环经舍，说法主释迦牟尼佛，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称为佛。室罗伐城指环经舍，在舍卫国，室罗伐城乃王舍城，指环经舍就是指述给孤独园和讲《金刚经》同一场地。经文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为如是之法，非我独闻，不是只有阿难自己独闻，乃共1250人聚在同闻，而是总共有1250个人聚在佛的身边同时听到。大比丘，大整个宇宙虚空非常的广泛，含三义，大多甚。大者简非小德，天王大人所敬仰，把小乘小德的并除在外，不列入其中。所以全部与会的这些人程度都蛮高，所以能够给社会的天王大臣所敬仰的，才称为大。多者简非寡解，内外典籍无不博通，这些比丘研究的范围蛮宽广，就是对所有一些应该知道的他们都有研究过，都知道。甚者简非劣气，超出96种外道故，根气比较好，超出印度96种外道。印度有96种外道。比丘，意含三义，起识、破恶、不魔。起识等于外起识以养色身，内起法以资慧命，养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破恶等于粗破身之杀盗淫，口之恶口、妄言、绮语、两舌，细破见惑或思惑。不魔等于比丘登坛受具足戒，名为德戒，成比丘性，入僧宝树。
欲界六欲天之第六顶上，他化自在天。魔王闻已，心生恐怖，因他贪着尘劳，不舍生死，恐修行人多，他的魔子魔孙减少。比丘登坛受具足戒的时候，受戒师有把他们受戒的内容稍微传播，然后一直到达欲界最高的摩西首罗天，魔王波旬害怕，所以不魔，魔恐怖，已经进入僧宝树，就是三宝佛法僧里面的僧，进入僧就已经到达佛的那种地位。所以当他具足戒以后，能够遵守戒律，就一定可以成佛。所以成佛以后，凡尘魔就管辖不到，所以魔很恐怖，魔怕所有娑婆世界的众生大家都修成佛，他就没有魔子魔孙了。众梵语僧家，此云和合众，中文叫和合众。和合有二：一、理合，为同证菩提；二、是合。是合有六：为一、戒合同修；二、见合同解；三、力合痛均；四、身合同住；五、口合无证；六、意合同悦，都是很愉悦、很快乐。我们在凡尘之中，假如人事很多，我们就可以用这六个：戒合、见合、力合、身合、口合、意合。各位前贤，我们最难做到是哪一个？大概是意，意要合都很困难，所以意合同悦就是一同都很喜悦。众乃四人以上之称，四人以上才可以称众，一二三人不称众，亦不名僧，名比丘。因四比丘同住，方作一切如法僧事，因为四个比丘同住，才可以做法僧事，就是办法事。1250人聚，此标数也，这是一个数目，就是有这么多人。先度鹿苑城那等五人，释迦牟尼佛最先在鹿苑度交城那，交城那就是歌利王转世的。先度他们五个人，次度三迦叶及他们的徒弟1000人，再度迦叶三兄弟，他们的徒弟跟老师共1000个人，再度舍利、木莲师徒各100人，度耶舍等50人，共1255人，经略去零数，言1250人。现在把五去掉，就讲1250人。此等皆先修印度96种外道，勤苦无获，非常勤苦，可是没有收获，修得没有效果，遇佛得意，感恩常随。遇到释迦牟尼佛以后才得到利益，所以1250个人感恩，就常随着释迦牟尼佛到处讲经说法。经文皆是无漏大阿罗汉，已经都是无漏。漏翻成中文叫烦恼，无漏就是没有烦恼。在实际的来讲，无漏就是精神没有外放。我们在生活之中精神都有外放叫漏，没有精神外放叫无漏，是很理想的，都能够回光返照。此显大比丘过去之本，他们过去都修得很高的程度。众皆内密大心之行，就是把修到很高的程度都掩盖下来，都不显现，不展现，不让外人知道，外现声闻之身，声闻就是小乘佛法。所以显现在外的就是程度不很高。无漏，以不造生死因故，生死果已断，
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故名无漏，不受三界因果流转。漏有三义：一、欲漏；二、有漏；三、无明漏。漏为烦恼，欲漏是欲界见思烦恼，即见或八十八识，思或八十一品。这后学有特别写讲义出来讲解。有漏是色界无色界烦恼，有就是因果不亡，还有因果。无明漏即三界痴惑，三界无明。有此三漏生死之因，必漏于三界，受生死之果，一定都在生死之中。阿罗汉是梵语，此云应功，中文叫应功。因中为人天福田，果上应受人天供养，即起事果，起事的果报。又名杀贼，修四地行，苦集灭道，杀烦恼贼，即破恶果也，已经可以破恶。所有的恶都破除了，果报呈现，又名无生，正偏真涅槃。了分段生死，已经没有分段生死了。众生生到死是一段，都是分段生死六道轮回，即不魔果也，已经不害怕魔的扰乱，不受三界生死烦恼之所流转，故名阿罗汉，无漏的大阿罗汉。今闻佛子住持，善超诸有，能于国土，成就威仪。阿罗汉之法身慧命，皆从佛法而生，故曰佛子，佛的孩子。今所谓从佛口生，从法化生的佛法分。住持为此僧宝，住于世间，传持佛法，住于世间，传持佛法，住于真理，持用真理，以度众生。诸有者，即三界九的有因有果，或名二十五有。欲界有六欲天、四大不周、四趣、阿修罗、畜生、地狱、恶鬼。六欲天等于六个，四大不周等于四个，四趣等于四个，欲界共十四个有。色界有初禅、大梵天、二禅、三禅、四禅、五净居天、五想天。色界有七个有。在印度，很多人都要修到大梵天，不是要去理天，他们的目标都大梵天。无色界有四空天，无色界共四个，三界中众生不能忘我，故皆名有，都是有。有我执、法执，受苦连连，至无我、无法、无学才教，善超，一直到无我、无法、无学才叫做善超诸有。我们要努力善超诸有，所有的有都超越，已经到达无，无生法忍，无法可学，无学都是很高的程度，以超有而不离有，不超而超。若成空智寂之阿罗汉，不住持世间，传持佛法，则不得名为善超。所以善超诸有还真的很超越。成空智寂就是自己好就好，不管别人死活。成就威仪，能于国土成就威仪。比丘有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名为律仪戒。若于行住坐卧，身口七支，时时谨守不犯，名为成就威仪。具威仪，则鬼神钦仰，钦佩仰慕；不具威仪，则世人讥嫌，凡人世间人讥笑他，嫌他。钦仰是福之因，讥嫌是罪之本。所以他的外表能够造福众生，若被众生嫌弃，他造罪了，
所以要下三恶道。威仪虽是外表，具则令人得福，缺则令人造罪，其关系亦大矣。比丘失威仪，皆由于散乱心，若摄心常在定，则自然不犯一切威仪。经文从佛传轮妙堪遗嘱严禁毗尼弘梵三界，轮为法轮，佛法圆融，无始无终，犹如车轮辗转不穷，又能载运众生离生死苦的涅槃乐，故欲佛法如轮也。佛法好像轮，又轮有催碾意，佛法能催碾众生烦恼壳，现真实相，故名轮也。妙堪遗嘱，为有大智力，能担负佛法，可以挑着佛法到处去卖，佛所遗嘱一一能如法手持，不致散乱遗失。如般若会上，须菩提能转教菩萨及其事也。这个事实，须菩提能转教菩萨，把佛的佛法教导菩萨。严禁毗尼，毗尼翻成中文叫戒律，戒之总名，佛所制定，轻重开遮持犯，名为律。轻重等法不令有犯，戒行无亏，名曰严禁毗尼，就是遵守戒律。弘梵三界，能如此者，即为出欲界、色界、无色界之大鬼犯。经文第四页。应生无量，度脱众生，拔济未来，越诸尘类。佛法利益众生，以各种方法教化，最直接有效，乃应生接引，故曰应生无量，且不但度现前众生，而愿拔济未来一切众生，愿大力大，又不但度一切众生，而度十方一切众生。四大水火风土五蕴色受想行识，众缘和合而现身相，名曰众生。现象是众缘聚会而生，佛性本不生，不生就不灭，凡尘只要落入现象，就一定会变化消灭，所以称为妄。妄就是不真。我们在生活之中时常听到鼓励的话，要认真哦，点醒我们不要认假，而凡尘是相，哪一样是真，全部都是假。出烦恼坑曰拔，度生死海曰济，拔济众生越诸尘类，凡尘劳劳碌碌叫尘类，不管什么身份地位，都要接受天地之煎熬，被凡尘所累，要超越尘类，需修道成道，从明理入手，非困难之事，绝对可以达到。经文其名曰大智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摩诃居止罗。底下这些是在介绍大弟子们的背景，我们拿回去看就可以。梵语舍利，此云生母名也，母生相好端严，故以生名。梵语弗，此云子，舍利所生之子，连母而名舍利弗。复名优波提舍，婆罗门种，天竺四姓之一。在阿含经中，佛言：我佛法中智慧无穷，绝了诸疑者，舍利弗第一，故称大智。摩诃目犍连，摩诃，此云大，目犍连，此云采书室，母姓名尼居律陀，此云无劫，树名因导此树而生，故名佛弟子中神通第一。居止罗，此云大悉，依形状而名，即舍利弗之母舅，幸好辩论，常与解论，解不能胜，解运舍利弗后，论不能胜解，知身有大智也。
乃发奋游学，读十八种经，学气还佳。问解：外甥何在？解曰：已投佛出家，居止罗青佛，遂往佛处所生，欲与佛论义。佛令比立宗，他说：我以一切法不受位宗。佛问曰：是见还受否？是见，指所立之宗。若云受，即为自宗；若云不受，即自破其宗。两边复堕，自知志不如佛，故投佛出家。佛弟子中论义第一，居止罗吉迦瞻言经文富楼那弥多罗尼子须菩提优波尼沙陀等而未上首，这段回家自己看。富楼此云满那乃男子之通称，复名也。弥多那此云慈尼乃女子之通称，母名也，依父母而名，故曰满慈子。佛弟子中说法第一。须菩提，此云空身，又云善现，身实家中库藏皆空，故名空身。相师战之云是善相现，故名善现，即不久库藏复现也。佛弟子中解空第一。优波尼沙陀，此云诚性，观诚性空而悟道，故名也。又云净少，观白骨为尘，净空故少。印度之修道者，能有机会实际做观现相的根源，最重要还是在色身上。众生住香，色不迷人，人自迷。印度古时有一习俗，人死之后把身体布施给禽兽吃，所以拖到野外树林之中，而修持者利用此一机会亲自观察人死尸体的变化，而每个人都是一样。这样深入做观，在怎样美丽英俊的男女都不会引起迷恋，从根本上离香，而不是对质的想象方法，带粉骷髅等愚民众多，不能尽数，故以等自该知也。以上诸人才得俱尊，为大众之首领，法会之标志，故称为上首。经文富有无量，辟之无学，并其初心，痛来佛所，属诸比丘。无量等于数量非常多，辟之等于独觉。辟之佛是没有老师教，自己观察凡尘的万象，观察万象能够了解到真理，叫辟之无学，修成叫辟之佛。并其初心，痛来佛所等于跟他们的徒弟痛来佛所，属诸比丘等于这一些他们是跟比丘一起来的，属于比丘们带领。前世随佛结下之众，此世下外之众，以说结下之众，再讲下外之众，故曰复有辟之。此云独觉，亦云圆觉。若出无佛事现时，独宿孤峰，观物荣枯而物无声，故名独觉。以由观物之变异因缘而悟道，故又名圆觉。如从佛闻法，悟因缘所生法者，但名圆觉，不名独觉。无学，无法可学，以断见或八十八识，思或八十一品，证四果阿罗汉。病者即也。初心即初发心，或依因缘观，言真断惑，或寄居观化，求悟无声。诸有学人师资道合，痛来佛所，乃云集众，非痛前之常随众也。属诸比丘，属者复属。经文修下自字，修下自字，
佛至比丘，节下安居，从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九十天，以夏日的多重矣。佛慈悲故，节足进行，不要去踩死他，免伤重矣。夏事已毕，九十天已经过去了，故名解夏，已经把禁足的解开了。休夏以后，任意参求，故曰自字。经过九十天以后，不了解的可以自己问，看是要问谁，由自己喜欢，叫自字，即自由参访也。经文第五页。十方菩萨资觉心仪，亲奉慈言，将求密意。十方菩萨资觉心仪，这又不同角度了。菩萨心有疑的话，一定要问佛，佛才能够给予解答。所以十方菩萨资觉心仪，资等于问，来问他们心里面的一些疑问。亲奉慈言，直接听释迦牟尼佛慈悲的教导。将求密意，要追求秘密的真理义理，这是不记载在经典上面。秘密的都没有话。菩萨散处十方，随机设化，今来集会，所为有二：一觉疑，二求密。菩萨虽有智慧，无名未尽故，遇事不能决定无疑，凡有所疑，当资觉于如来。下其之中，严禁出入，今下其已毕，故来集会，资觉心疑也，资者问也。疑者，是非不能判决也。亲者敬也，奉事也。与乐曰慈，只过曰言，慈言复道也。佛爱菩萨如子故，菩萨敬佛如父。将求密意者，心已已决，将欲求佛开示，深入密门也。密意即心法，以自心之外，所有境界皆可测量，唯有自心深妙不测，故曰密意。如来之彼等有所请求。经文时即时如来夫作宴安，为诸会中宣示深奥。这个地方只有这样。如来夫作宴安，就已经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为诸会中宣示深奥，在经典里面我们都没有记载，因为那都是不讲话的，都是用身教在教导他们，用没有语言的方式来教他们，所以经典里面就没有记载，跟《妙华莲华经》前面一段是一样。故夫设法座，俨然安坐，为诸菩萨宣示深奥法门，不可测量曰深，难道之处曰奥，如是深奥妙法，但标其名，而不说明如何深奥者，如来说法，有以身说，有以光明说，有以口说，如此密意，非口所能言。当知如来夫作宴安时，习灭诸缘，独漏真权，正是原因演唱，宣示深奥密意。若是手变眼快者，一见便知落处，唯于痴者香者，立住呆如来开口，宣示深奥。经中无文，例如佛未说法华之前，入于无量义处三昧，先说无量义经、法华经中亦复无文，经文法言轻重的未曾有。法席就是现在还在会场留下来的这些人的未曾有，佛已经告诉他们深奥的义理。言者习也，为法习海众。轻重者，离诸尘类之人，即身口意三业无亏，六尘不染，闻所未闻曰的未曾有，可想见如来宴安之间，非宴安而已，
含有深意也，唯未具法眼者，只见晏安，而不见晏安中之密意。若为晏安中有所言说，集结者略而不言者，则不得称为密意矣。今闻嘉陵仙音，遍十方界，恒沙菩萨来聚道场。嘉陵是一种鸟的名称，这种鸟的叫声非常好听，好像仙音一样，能够遍十方界。恒沙菩萨就是非常多的菩萨，都在这道场聚会。嘉陵，据云嘉陵评价，此云妙声，又称仙音，鸟鸣也。此鸟音声为妙，和雅不伦，含义无穷，故曰仙音。如来法音为妙，超过一切音声，故以喻之。遍十方界，佛之音声，称性周遍，但有缘者，皆可得闻。今欲召集诸圣，所以遍至十方世界。宝积经记载，目连是佛音声，以神足力飞过西方恒沙国土，佛之音声还同尽闻。至一佛国，报身甚具，梵波为边，可当道路，目连正西而游其上。彼诸弟子见已，问佛何以此虫尽人其头。佛告云，此是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高足弟子目犍连神通第一，未可轻视也。佛问目连，因何至此？答曰，欲穷佛音。彼佛语云，佛音无尽，非汝可穷。目连闻已，遂还本国。恒沙菩萨来聚道场，恒沙者，恒河之沙，恒河发源于雪山之顶，阿耨达池状其来处之高，故曰天堂来。此河阔四十里，沙细如面，每逢其数之多者，皆以其沙而比之。此喻菩萨如恒沙之多，而菩萨心闻通达，故得闻因远及，来聚道场。道场乃自自作法办道之场。今闻文殊师利而未上首，这里面文殊菩萨是最具智慧的上方，所以他未上首。文殊师利亦云曼殊师利，此云妙德，其德为妙，曾为七佛之师。又云妙吉祥，降生之时有十种吉祥瑞香，又称妙手，以至得生妙，恒居众首。在华严未根本智，在本经未择法眼，身本乃过去隆重尊王如来，现在北方为欢喜摩尼宝积如来，未来成佛，名曰普现。盖为影响大化，是居阴门，为众上首。发起序，此经以阿难是堕淫是为发起之端，以阿难过去空王佛所和释迦牟尼佛同时发心，其身本和文殊相同，非如本经之有学之人误堕淫是，是大权示现，引发大教而已。且此经欲明仗是博学多闻而不勤实践定力的修持，不能抵邪咒而被摄入淫习，正劝多闻者策立于大定耳。然必以阿难是堕者有二义，宜以多闻第一，力不甚邪，可证闻不足事，必宜从闻思修。二，以是佛堂弟修不能待，亦见佛不足事，必宜自己身修。此处已显阿难身本，至下文中人应俱计发挥，方能激引真实凡夫小乘走入大乘。大凡身位
视现浅位，必能委屈自己，尽情发挥浅位情态，如执迷谬辩，感悟涕泣，皆所以尽其情态，全是引发诸真实者之心曲，令生庆快解悟。经中富楼那嘲讽嘲笑阿难，阿难全不在意，发心引导众生成佛。经文第六页。时波斯匿王为其父王会日迎斋，请佛供耶。这时候波斯匿王为他的父王做忌日，即他父王的忌日。迎斋就是办素食给僧人吃，请佛也一样来让他请客。时解下之后，波斯匿此云，此云等于中文所说月光。波斯匿王与佛同时降生，其父王见诸光明，不知是佛身祥瑞，为是太子福利所致，故命名月光，亦名圣君，以其军旅最盛，诸国不能敌。过去龙光佛事，为登寺的、宴会的，与释迦同为地上菩萨，释迦当时居第八的，不动地不退转的，匿王大权示现，内密菩萨行，外现国王身，以助扬法化。会日即清丧之日，俗谓祭辰，此日隐晦不言，言之痛心故。王欲报亲恩，设斋供佛，以资民福。公耶，内宫之左右耶亭，正殿。正殿是办国事，所以没有再办迎斋，施政重地，迎斋非所宜也。经文自迎如来，广设真修，无上妙位，兼覆青岩诸大菩萨。波斯匿王自己迎接如来，且还自己本身来迎请这些所有的大菩萨。自迎如来是崇敬之极，亲自迎接如来。广设整修，真修是贵重食品，修熟食也，无上妙味，具足色香美味，诸般具备。兼覆青岩诸大菩萨，言及迎请，观文中匿王请佛，具有六种敬意，其处则内，公耶，其迎则亲。其设则广，其修则真，其位则妙，其伴诸大菩萨则同，可谓敬之至。经文城中附有长者居士同时犯僧祝佛来应。在王舍城之中还有长者居士同时请僧人吃饭，等候佛来回应。是罗伐城之中富有长者居士同受佛化，故意同时犯僧，以自自作福。长者不独年高，应具实德，姓贵，位高，大富，威猛，智深，年齐，行径礼备，上叹下归。居士乃居家守道之士，身处尘劳，心恒清净。住后也，呆也。祝佛来应，等待佛来应供，如佛受王请，不能亲自来，应派菩萨慎重前来应供。经文佛敕文书，分领菩萨及阿罗汉应诸斋主。佛就命令文书分领菩萨以及阿罗汉来应这些长者设斋请修道人。此名佛僧吩咐以应斋主。佛敕命文书分派者以文书为众中上首，诸菩萨罗汉皆能信从故。经文唯有阿难先受别请，远游未还，不遑僧赐。就只有阿难之前已经有受别人邀请了，还没有回来，
来不及由文殊菩萨带到长者家里吃饭。别请者，别受施主请，非普请，亦非次第请。大乘戒律，尽受别请，即别请僧。毗尼律中，别请与别请僧，有戒有开。开者，病时、行时、坐衣时、施衣时无犯，于皆不得受别请，即别请僧。但令僧次通请一人，于别请无犯。今执修下以后，时当施衣，故阿难得受别请也。皇者狭也，因归途遥远，故不及僧众之次序，而受斋主之请。今闻既无上座及阿舍离，途中独归，其日无功。佛的戒律里面，出门要有三个人，一个上座，一个阿舍离和自己，这样才没有犯戒。若是自己一人出门，就算犯佛规。上座有四种，一生年上座，年龄长，他的年纪很大；二戒腊上座，受戒久，就是受戒很久；三福德上座，福慧尊，福德很尊胜；四法性上座，无畏证，已经证到佛性本体。阿舍离，此云鬼犯师，堪为人师犯，共有五种。一剃度，受沙弥十戒法者；二教授，受具足戒时之起戒师；三结魔，受比丘戒时，当坦白四结魔者；四受经，教授一切经典者；五医指，即参学处之主人。律至一僧远出，吕须二人上座，阿舍离同行，所以言行止，防过失也。阿难受别请，不同远出，故无伴侣，途中独归。经文第七页。其日无功，即时阿难执持印契与所由臣次第寻起，心中出求，最后谈月以为斋主。其日无功，已经供养佛了，供养菩萨了，已经没有再供养一般的僧人，修道人就没特别再设功，所以其日无功。即时阿难执持印契，拿着钵，心中出求，最后谈月以为斋主。没人再供养僧了，所以阿难托钵就比较困难。逆王请佛，长者居士同时犯僧，故阿难是日无功，不得以自己行起，执持印契。此云印量契，印自食量大小而成其契，乃受食之具，体、色、量三，皆印法故。不能吃多而拿的气太小，不能吃少而拿的气太大。要刚好，体则铁、瓦二种，色则用竹烟、杏仁、烘如鸠鸽之色，用竹子来烟熏，烟熏成没人要的黑色，这样就不会惹起人家想偷。炎夏甚时不馊，炎热的夏天装东西不会变成馊水。量则应几十量多少而为，极大不过三升，至少一容升半。于所由臣，即平日所由是罗伐臣，即妄舍臣。次第寻起，次第者，挨护顺序，不越贫富。寻起者，依顺大乘法律，平等次第而起。小乘起时，向简五家，一官，二唱，三徒，四姑，五银舍。今次第寻起，学大乘，阿难心中出求，最后谈月，谈等于布施，月等于越过贫穷，以为斋主。谈即是布施，
为布施可以祸福，能越过贫穷苦海。最后以王及长者居士修功在先，为先前谈月阿难心中初求有发心施我者，乃最后谈月以为我之斋主。反显忘及长者居士为佛菩萨阿罗汉斋主，这都比较高的程度。经文无问净慧、沙利尊姓及旃陀罗、方行等词。旃陀罗等于屠杀业，阿难是要平等行大乘法，但我所求之施主，不论梵志之净性、旃陀之慧性，不管他们的身份地位。沙利，此云王种，亦云田主，很多田地很有钱，尊姓也。旃陀罗，此云沙者，屠割为业，悲会之家也。方行等词，方者法也，应要效法佛菩萨，以平等之慈心行平等之乞食，不减则卑为下贱之家而不起。平等乞食有五义：一、由内正平等理，外不见有贫富相；二、心离贪慢，慈无偏利；三、表威德，不惧恶相；孤酒淫女家；四、习凡夫猜疑；五、破二圣分别。是以阿难要学平等之词，不择为见，不选择乞食的对象。经文发意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发意即发心，发大乘心，行平等乞，既不择为见，令为见者亦可施食求福，故能圆满成就一切净慧众生无量功德。今闻阿难已知，如来世尊，呵须菩提，即大家业。由阿难于净明为摩诘会上，早已知道如来世尊呵须菩提何大家业。呵就是呵责、骂的意思，因须菩提舍贫乞富，亦是恐其福尽，与续善根。大家业舍富乞贫，亦是怜其久苦、贫穷生活苦，令值乐因。二人亦虽善而心不平，故为净明居土所呵。文中说如来世尊呵者，净明为金粟如来后身，则知净明之呵，即世尊之呵、释迦牟尼佛之呵是一样的。又释迦世尊不以净明之呵为非，足之一呵也，就是骂他们心不平。经文为阿罗汉心不均平，清养如来，开阐无遮，度诸一棒，偏富令人生棒，未有爱富之心，贪口富之欲，偏贫向贫穷的乞食，令人质疑，未有企图。清养如来，开阐无遮，清者净也，养者目也，净目如来，开发阐明，无遮现，平等行起，可以度诸怀疑诽谤。今闻金比城隍、徐布郭门严整威仪，速功斋法。今者过也，经过比只是罗伐城，黄者城外豪欠，无水未黄。郭门即护城之门，徐布者行旅端庄，走得好像卫兵在交接，缓急得宜，犹如清风徐来，严整威仪，端严整饬其威仪，肃穆进攻其斋法，以其感化于人，如此有生善灭恶之功，非阿难故作异态，邀人恭敬，他们本来的戒律就是要这样子。今闻尔时阿难因起十次
经历营事，遭打幻术。尔时即入城乞食时，因阿难遇学菩萨平等之心乞食，次即次第寻乞，经历营事及淫女之房间。幻术者，虚幻咒术，变化物象，迷惑于人，令人失信，被其咒力所摄，不觉随从。今闻摩登伽女以梭皮伽罗先犯天咒，摄入淫席。摩登伽一借因缘经翻译为小伽众，亦云下见种，是其母名，他母亲的名字。女名波吉提，女儿的名字叫波吉提，此云本性，中文叫本性，为虽堕淫女，本性不失。今云摩登伽女，依母张名也，按照他母亲的名字说出来。梭皮伽罗，此云黄发，亦云金头，以发黄如金故，苦行外道名。咒称先犯天者，过去先犯天所受，金头外道，传与摩登伽，传给摩登伽的母亲，其女因见阿难，具佛二十种相好，色白如银，非常好看，心生爱染，因过去五百世与阿难为夫妇，爱习未忘，爱入心，一见则喜，故白其母，告诉他母亲，愿得为夫，希望阿难做我丈夫。母告以阿难已出家，舍离爱欲，莫作是念，不要有这种念头。女求其母，当满所愿。母亲被摩登伽缠得不得已，母不得已，乃咒金覆食，用咒的金覆盖在食物的上面，主女送与阿难，叫摩登伽拿去给阿难，而阿难心意恍惚，被其邪咒所摄，便至其家，深入淫席，及摩登伽女之寝席。今闻淫功伏魔，将毁戒体，我们凡人大概最喜欢这样。功就是身，摩登伽女淫心炽盛，摩登伽爱的心已经很高，欲焰飞扬，将己身迫近阿难，抚之磨之，阿难则如痴似醉，心虽明了，力不自由。将毁戒体，戒体即受戒时，登坛白劫魔境，所得妙善无漏色法，即是无作戒体。劫魔师第一番白已云，此事第一番劫魔已成，十方妙善戒法，由心业力，悉皆震动。次云，此事第二番劫魔已成，十方妙善戒法，于虚空中，如云如盖，覆汝顶上。三云，此事第三番劫魔已成，十方妙善戒法，从汝顶门，流入身心，充满正报，是谓戒体。将毁戒体，乃摩登伽女降欲毁阿难之戒体，以遂其欲，就是喜欢跟他做爱。阿难已证出果，有道共戒力，身虽净而心不动，乃将毁而未毁，由得保全戒体。然当此事破情为，遂莫导世尊大慈，宁不救我。世尊他心悉之，故有下文，所以他有接受戒体以后，心里面祷告，释迦牟尼佛赶快来救我，释迦牟尼佛才能够收到，不然我们众生大家也都在受苦，为什么释迦牟尼佛都没有收到我们诉苦的心声？因为我们没有受白劫魔，没有受戒。今闻如来之笔，银树所加，斋毕炫归，王及大臣、长者、居士。彼指阿难，佛心真知，魔所不知，知阿难为银树所加。银树，
指邪咒为导引之术，既被咒力所加，无力抵苦，故望佛垂救。佛常宜斋毕，皆为说法。一般佛受人家斋请的时候，吃完饭都会对人家讲经说法。今日宿归，今天赶着要回去，必有因缘，故王臣等，故王及大臣、长者居士，今闻俱来随佛，愿闻法要。就是要听到这些很重要的佛法，所以我们把法要写在一张讲义上栏，各位身上都有一张，这就是《楞严经》的法要。俱来随佛，愿闻大法心要之意，这一段有维系之理，在我们加以了解。如来应公王公，云何知耶？如来在王公怎么会知道？因阿难有护戒之善念，自然感动佛心，如来于人皆不知处而独知也。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而如来知道呢？如来妙智，虽周遍法界，但无感而不能应。何以故？若无感而应者，则如来之智慧，如同凡夫之妄想，无故而生之觉，不会无故而生之觉。又如来无感而能应者，十方一切众受苦无量，皆应往救。若往救者，世间苦事何不习耶？若知而不救，则非佛心。好像世间四大水火风土之性，周遍法界，无处不有，若无因缘接触，毕竟不能发佛性，亦复如是。佛虽有普度之心，非有感而不能应。所以修道，自己发心非常重要，日常生活时时刻刻回光返照，二六时中时时刻刻都守住中道。中道就是佛性本体，就是跟如来佛心相应，如来会来度化引导。但一切众生日常生活却是希望被美色淫功抚摸，时刻以身体的感官刺激享受为追求的目标，住在形相上，与佛心不能相应，想成佛不是梦幻吗？今闻于十世尊顶放百宝无畏光明，光中出生千叶宝莲。于时即佛归众随，阿难借体将毁未毁之时，顶即肉即顶香，表如来藏性本觉理体，光明表始觉智用，光具百宝表慈悲得用，有求必应，可以摄受群品，光具无畏表威势利用，无恶不摧，可以折服众邪，从顶放光表，从体起用，依本觉理体起始觉智用。光中出生千叶宝莲，表因行涅解起行，为依始觉智而修大成行。今闻有佛化身结跏趺坐，宣说神咒，上乃放光生莲，此则化佛说咒。无畏心佛，无上心法事，佛居佛顶，乃尊中之尊，所说神咒即密中之密。佛顶表诸佛即果，莲华表如来密因，精华从顶出，显因心不离果觉，佛在华中，显果觉不离因心。为修得有功，性德方显，能成就净觉佛。跏趺坐乃叠足而坐，本经共有五次放光，此第一次从顶表衣里起至，第二次从面门表诸智将开，第三次从万字表因心显见，
第四次从诸佛顶，表意多无碍。第五次从五体，表耳根圆通，总摄诸根。今闻赤文殊师利，将咒往护，恶咒消灭。赤者赤令，人王法王，俱可称赤。咒虽佛说，必假僧传。必赤文殊者，以阿难为邪术所演，非大智莫能醒。摩登伽为痴爱所缚，非大智莫能解脱。以文殊智慧化性女痴爱，各能提拔阿难出于淫室，讲劝性女归来佛所。今闻提讲阿难及摩登伽归来佛所，提对阿难四罪初醒，精神未复，故须提邪讲对登伽，如痴不悟，未肯放归，故须讲劝。登伽见佛，成佛开导，顿证三果，一击熟及圆成意。讲此段经文换成领悟的契机，阿难就是自己邪咒淫事及现前之美声美色，见色即堕淫事，闻声即遭邪咒，偶然回光返照，即佛斋必炫归，放光化佛，求出离声色之方法，即化佛说咒，起出离之心，即佛赤文殊了声色无所有，即归来佛所。今闻阿难见佛顶礼悲泣，恨无始来，一向多闻，未全道立。从此至流通分之前，皆属正宗分，乃一经真正宗要之意，即正说楞严性定宗旨。阿难自恨一向多闻，未全道立，偶遭幻术，不能自救。阿难与佛同时发心，佛众实行。阿难喜多闻，佛已正果，阿难犹未了道，故自恨也。顶礼者，谢垂救之恩；悲泣者，伤寻起之师。悔恨无始来，一味偏向多闻，不勤定力，未曾从闻思修，故未全道力，不敌邪咒，道力即定力。此一恨字，正是阿难返迷归悟，改过自新之心。阿难的心已经改过。今闻殷勤祈请十方如来的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禅那最初方便，诚恳请求十方如来成就之方法。梵语菩提，此云觉道，中文叫觉道，为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所成三菩提之道，一真性菩提，以理为道；二实智菩提，以智慧为道；三方便菩提，以应机施教为道，应机度化众生。真性菩提者，即真如自性，真如是理，此理为自心本觉之佛性，又即一真平等之性，众生先佛一样，生佛不二，生等于众生，佛等于佛的果位，不二等于都一样，众生迷此，诸佛证此，差别在这里，证即此理，法身显现，即法身得。实智菩提者，真实之智，穷彻一心本源，称真如理，所证之根本智，成自受用报身，此智照理，理无不彻，又名理智，亦名实智，以真实智照本觉理，即般若得。方便菩提者，权巧方便，自觉以缘，然后觉他，从根本智，其后的智，现他受用报身，为大机说法，大根基的说法，又应各种机，现应化身，成就度身各种事业，又名是智，亦名全智，
种种示现，自在无碍，即解脱得。佛正三德，具三身，成就三菩提。阿难记恨小乘无力敌魔，思修最上一乘之法，此即发回小向大之心，故有此请。这就是本经的开头由来。妙奢摩他三摩禅那者，阿难不知十方如来因地所修之定名，乃举长途三种定之别名，加一妙字以简之。妙字须冠下三名：妙奢摩他、妙三摩、妙禅那。简此定，非作一修习之定，不是凡尘用时心在修的定，乃天然本具之定，非独自时心之定，乃圆含万有之定，故以妙称之。奢摩他等三乃定之别名，首楞严为定之总名。然更当知，奢摩他等三乃定之共名，他经亦有故，首楞严为定之不共名，独举此经故，只有这部经才有首楞严大定，剩下的没有。阿难既加一妙字以简之，是刻定请佛指示十方如来的成菩提之定。佛知阿难问意，以回小向大，发菩提心，故摩顶安慰，是之曰：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王，具足万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录，此首楞严王及十方如来的成菩提不共之定，此定圆含奢摩他等三种别名，成一佛定总名。此一门超出，即已成了一修正之法门，方能超出全小，而去妙庄严录。佛既是总名之后，仍复按定性解修正次序，逐达三名，于正说全经文中三段各有标出，界限分明。初，佛破妄识无处之后，阿难即求世尊开示我等奢摩他路。当知此下更破妄识非心，妄识无体，乃彻去奢摩他路之障碍，以实心乃楞严大定之障碍，实心不去，大定不成，故此三名不可用止观视之。以止观不能舍离实心，实心有生有灭，如以生灭心为因，决定不能发明不生灭性，故佛只是根中不动摇，不生灭之见性。要阿难开解照了此常住妙明，不动周圆之定体，即者摩他。佛要阿难深信发解，原悟如来藏性，为首楞严定体，为密观照，性具即定之慧，即经明中如来密因是也。前段说性不说修，故独属奢摩他开解照了如来藏性，本具之定体。接着说妙三摩是实际进入修持阶段，经文佛云：阿难，汝等决定发菩提心，于佛如来妙三摩提不生疲倦，应当先明发觉初心。二决定义：一、决定以因同果，若于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佛成不生不灭，无有是处，此舍时也明矣。所以后学一直在阐释用不生不灭的心修不生不灭的道，都是从这里出来的。二、决定从根解结，教以悟后起修，须于六根选择一根下手，但从一门深入，自可入一无妄，一根反缘，六根解脱。然后闻诸特选耳根，从闻
思修为妙三摩，从根修正乃性聚集会之定。佛要阿难，多闻之人，人向耳门，就入海家，即精明之中修正了意识也。再接着说妙禅那，因阿难白佛言：我辈愚钝，好为多闻于诸漏心，为求出离，蒙佛慈惠的正熏修，身心快然，获大饶益，再请禅那修位。佛为说妙性圆明，离诸名相，本来无有迷悟凡甚之分，因众生一念妄动，从真起妄，故有十二类身，反妄归真，则成五十五位，由前三摩正圆通体，安住圆定，称体起用，万行凡心，住持本定，力位增进，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即为妙禅那。精明之中，诸菩萨万行是也。此是自他两立，上求下化之行。和此三定别名，成一首楞严总号，即阿难所请十方如来的成菩提之定。经文最初方便，于是复有恒沙菩萨及诸十方大阿罗汉。最初方便即奢摩他物理位，最初方便修行位，初方便修行即三摩禅那位方便，所以最初方便、初方便、方便三个，以禅那中以的圆正定慧均等中中入流之行，未入萨婆若海之方便。萨婆若等于一切种智，即诸佛究竟圆满果位之智。佛教以方便为门，今奢摩他最初方便是悟门，三摩初方便是修门，悟修超出生死之门，禅那方便是正门。经历五十五位真菩提路，正入涅槃之门。于时即阿难请求佛定之时，成佛之法，三圣供养，故云后有恒沙菩萨及诸十方。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所以后学只想留十分钟就好。好啦，现在还有二十分钟，因为大家看我这样念，会想我回家看就好。其实你拿回去看，不见得会了解里面意思，所以后学才会把它念出来。这一段是一个起头而已，后面很多都是要我们去用心的，而这是一个开始，怎么样来，一个起头而已。不要觉得它很深，它很白话，很浅不深，会说很深就是我们都不曾接近。剩下约二十分提问问题。问：这一念的部分，年轻辈的生理跟心理部分，包括后学的孩子，连现在的电脑都不能看，因为活佛老师说过这八大意识以后可能拔不掉了，请问刘讲师有关这一部分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给年轻一辈的，但讲经说法他又听不进去怎么办？答：刚才后学还没上台讲课的时候，负责点传师有跟后学讲，上个礼拜有讲求到以后再去皈依的事情，交代说就是回来忏悔，就是回来向老母叩头，多叩头就好。因为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形之下然后皈依，本身那个罪过不大啦，我们自己知道错了，自己多向老母叩头就可以了。先把这件事讲给大家知道。刚才问的问题
因为他也问得很复杂，后学也不知道要从哪一个回答起。还要从根源，就是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从观身不净。上礼拜有讲，印度的修持者有尸体灵，可以去观察，观察我们人死掉以后一天是什么情形，一个礼拜后是什么情形，一个月后又是什么情形，能够观察它的变化，就会知道我们人真的是观身不净。三十六物合成的这个身体，看我们是爱三十六物里面的哪一个，分开以后没有一个是可以爱的，都很肮脏。所以从根源着手，后学都很推广。谢谢你那首歌，活佛老师讲，深信人生可以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这就是说我们已经不只有千生万世，都已经没办法算，已经太多太多，生生死死太多，而我们都在其中翻滚，在因果里面。我们开始讲四祖对法融禅师说，一切的因果皆如梦幻，就好像我们做梦，都是梦幻不真。所以我们在造因的时候，自己要掌握因，自己要了解，起心动念自己都要知道，所以感悟生命因果牵系，也是心念累积。我们心念，起心动念太多，因为起心动念都不合真理，所以累积太多，就变成我们六道轮回很繁密，都一直在六道轮回太久了。所以我们要稍微清醒一下，能够清醒以后，我们回到万缘，放下一念不生，不是回到佛性本体吗？回到本体以后，我们了解我们经过非常多的缘会，经过非常多的六道轮回，都已经太密集了，可是我们一个也都不记得，全部都忘光光了。不是忘光光就没有，还是一定有，所以我们要回光返照来看看我们念头是从哪里来的，起心动念的时候一定有它的内容，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内容是在想什么，是从哪里来，去找它的因。当我们找到因的时候，我们会很高兴，为什么？既然知道因，就会知道解决的方法，怎么样来解决就会知道了。所以外在的约束力都不是很够，什么基督教不能离婚，但后来离婚了，那他对基督教不能离婚相不相信，他就不遵行。所以是内心重要，外在的环境变化无常，都一直在变。假如我们都看重外面的形象，那我们内心就没有一个定，笃定，我们内心的定力都没有，都会随着外境的变化而变化，一直变一直变，变到我们自己都讨厌自己。各位会不会讨厌自己？不会呢，真的呢？那真的就很好，可以贯彻自己的意念，贯彻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承，这样的话很笃定。外相都变化无常，我们要了解男女之间的那种事，年岁代跟年岁小没有关系，你不学，你到老了还是迎新很强。而你年轻的时候能够有正确的真理观念，那淫欲的心不强。这不关年岁，而关系到我们的认知，我们对佛性的认知，对真理的认识。
假如都认知认识了就不会。假如你能够体会原来造化之中我们是一体，那一体有没有自己跟自己做爱？没有，所以会不会做爱？不会很想向往。所以后学就讲到达那个程度，是来则应，是去则进。男女之间结婚了，你做爱就像吃饭，不是每天要吃饭吗？有没有很奇怪？是不是很正常？要了解那个都是很正常的状态之下，不要奇奇怪怪的就好了。夫妻都是要互相扶持，互相关怀，那倒是很重要，要从心里面建立，建立对对方的关照，去爱护，这不是口头说一说就好，要从内心去做。当我们有实际做了，自己最起码很踏实，在人道上面不会亏欠。所以修天道由人道做起，人道圆满了，天道就可以到达，现在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内心重要，自己发心，要勉励自己一定要成佛，现在勉励自己要明心见性，这不是空口说白话哦。明心，我们明的心，要明了妄心，明了真心。见性，见到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明心见性，心明因果就不迷昧，见性成佛就无疑。会背了吗？又忘了。听太多变成怪老子。怪老子。道理知道太多，却都不会应用。我们也是一样了，道理听了太多，却不会做。根尘相对，我们举一根一尘，眼睛对形相，这样叫一根一尘，然后相对，会产生念头，这个念头是心意识，我们在凡尘就是用这个心意识，这个会随着外境的变化，然后我们看了以后，看它变化，我们心就跟着变化，所以叫做生灭心。而生灭心一直在变化，我们日常在用，要用，不是说生灭心不用，一样要用，只是是来则应，是去则进。因为生灭心也是佛性生发出来，佛性的功能作用。而我们现在研究性理心法是追求佛性本体，我们追求本体，不把功能作用当成本体。因为妄心一直变化，所以妄心无体。后学举例，假如茶杯是古董，古董就很值钱，价值几十万，我们就很喜欢，是不是心？是，若把茶杯打破了，还爱不爱？不爱，爱的心跑去哪里？不见了，再怎么找都找不回来，所以那叫做妄心，妄心无体，妄心没有体。妄心随着外境变化就变化了。所以你看男女之间恋爱，爱得死去活来，结婚了，接着环境把两人分成两地，各赚各的薪水，结果却有第三者有外遇，那两人当时在相爱的时候是假的吗？也是真的。他们都是把真心建筑在实心上面，不是真的真心。真的真心不会变化，因为真心没有形相，不会变化也不会生灭，都如如不动。要知道如如不动的才值得我们追求，一直在变动的就放掉它就好，会放吗？放不掉就烦恼哦，
会放掉就很逍遥自在，所以要活泼玲珑。我们要很活泼，功能作用就让它是功能作用，一次用了就好，过了就过了，不要再去想它。本体要守住，要守住本体，本体不会变化，常住不迁，你不用它，它也都跟着你，你若使用它，它就很高兴，所以要请它出来当主人，让它来发号施令，指挥我们的言行动作。若是佛性在指挥我们的言行动作都是合理，合理就没有业，没有业就不用接受果报，不接受果报就没有苦，都解脱了。假如我们都是很注重现象，住相，住相就烦恼，烦恼就有喜欢讨厌，就有取舍，所造的行为就业力形成，然后就要受苦。问：三师神是什么？上课可不可以说一些比较能够动脑筋的道理，要不然后学很想睡觉？答：你就尽量享受，一打瞌睡了，也不会做梦，也不会胡思乱想，那个最接近佛性。因为这一些前面是交代它的一些过程，所以我们把内容讲出来。没有念小的字就不知道它的内容。我们念过以后讲到真理的部分，我们都会慢慢说，像上个礼拜我们也是一样慢慢说，让各位了解，以了解为最重要。我们有佛性、秉性、习性，三师神是居中，当我们有身体以后才有三师神，那是在管辖我们身体的作为。三师神是比较属于报忧不报喜，好的都不报，都报不好的。我们研究性理心法道，不用太在意三师神，也不用在意我们过世了以后叫什么，过世了以后第八识还没离开身体，那个叫什么？阿赖耶识，第八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最慢离开，最早投胎。投胎，他先来，过世以后，他最慢走。所以我们在凡尘有修，阿赖耶识的作用就很大，阿赖耶识可以支撑到49天。假如凡人都不行善，没有修道，过没多久就没了，过没多久整个身体都硬邦邦，那是阿赖耶识已经离开了。